来走过来，老头多少肉酸洗都不去看啊，他都非得来都不让他来捧场，也是等他快乐的回来，帅顺利的回来，好嘞。雪玲从小在这个厨房吃饭长大的，她喜欢吃什么呢？喜欢吃馒头，这是我自己擂的。从小她都是吃烧炭火做饭长大的呀。江雪玲小时候也烧啊，她从小都勤快，好干活。她从小，俺那你看她姊妹们多么，喂着羊，喂着牛，一放学都叫她干活。都没说过那写作业就把没这句话，他都是干完活他自己抽时间把完成他的作业呗，不知道没管过。他该考大学了还有一两个月吧，我在心里那该学学该玩玩，看俺妈，你说我亲妈不是，我说那你捡来的呗。要我该高考了还叫我玩儿嘞，人家都追着那孩子叫学学，我那光学也不能累坏呀，该学学该玩玩。他大姐十八岁考到武汉科技大学，我念大姐的，录取军校以后快毕业的时候，他后来2022年，咱俩扎风筝吧，那伞不是坏了吗？不管用了，姊妹俩交一个伞，做一个风筝。去放一放起居了，后来俩人高兴的啊，叫他二姐说了嘞，小弟小弟，我祝你心想事成，到福建他都是北路去了，录取这个航空员了，开飞机嘛，他原来不是装甲兵啊，开过坦克车，所以他又考这个航天员，他也没跟我说，是俺大姑娘跟我说的，我她当啥我都支持，只要她想干啥都中。你多长时间没见过孩子了？15年了，刻苦训练嘛，是不是？还在加强学习。那现在你看有手机，还能视频，还说话跟哥儿一样还，我都很满足了。那有想会想孩子吗？那有时候也会想，想了打个电话问个平安嘛，都可以了。是你给他打的多，还是他给你打的？他给我打的多，他只要是过礼拜天吧，抽空空他都给我打，他都给我打个电话，都不问他爸俺俩的身体。孩子明天就要已经要非常光荣了，有什么想对孩子说？那不打扰他了，不打扰他。祝他心想事成，事业平安，都可以了。